这角色在下方去，不要让我扛，我是输出啊。没关系，先打，来抢。来吧，加文斯是打不打？感觉可以打，有锤石在，直接下来吧。这是 Q 空的，怎么我跟他下个 Q 好像快好了，一闪然后把他 Q 多了，他不一闪其实 Q 中了，不跟他的 Q 时间很久的，基本上 Q 中对面就死，直接死了。为什么还要打呀？走了，这本来我没想起，给我笑不活了，直接拦开抓下好了。哎，主要第一时间少人，第一时间人在连环控给他控到死得了，顶级配合。然后他要 TP 上线了，坏了，我单开，带魔看。不能说没有配合吧，只能说一点配合都没有。下路压线，那我抓中了，随时调整我们的路线，只要线上有空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对面压线的路更好抓。因为只要打起来他就跑不了了，当然对面有人反蹲是例外的。发个波能中吗？中了他就死了，他有进化在。来摸个剑，你盾呢？盾都开晚了，空了。这个人纯绿色，但是我能中，我没视野我都能中。我说我没开你们信吗？给我来个魔免盾，死不了。来魔免盾来一个。他给自己了，他怎么欲言又止的样子啊？他有视野，有魔法盾，有闪现，中不了，我能中。没事，我的控就是队友的控。他发信号给我推线了，刚才秀了一波肌肉，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什么意思啊？对面中单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，还在为打断一下我沾沾自喜啊。没事，他很快就流下悔恨的泪水。这流浪刚才是没闪现吗？他是没给吧？我感觉他可能是在这个位置给了。上路可以抓一下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反蹲了。队友也有稳定控跟爆发的情况下，压线也可以抓。这种时候线上有控有爆发，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你的 gank 成功率啊。来个肉弹冲击他就死了，但我 EQ 尽量远一点，直接 EQ 到他盾牌身后好了。他的E好像快好了，看他走不走，他不走的话他的E就是要好。小月一般是很喜欢刷 F6， 他刷的很快的，他在打龙火龙，那就拿这个流浪出出气吧。一闪留一下人啊，打的积极一点，对面没闪现了。肉弹闪击，
酒桶其实有点克潘森的，潘森有点耗不过他，而且反应快一点的话，潘森其实在 W 空中他 E 就可以给他打断了。这角色现在知道我在上，他就在下，镜像可以。你是真的剑种，这都要过来一下。这潘森有点记仇，我看出来了。来上上上，感谢喵喵探头续费的一个月钻粉，谢谢，感谢这位靓仔。这潘森有点不想玩这个游戏，他要甩键盘。哇，可以啊，这个酒桶学会抢答了。啊，撞了一个空的，他被我框回来了，他要跳大了，小心。他大好了，他不跳，跳走，骗个 W。我框把自己家的先锋脚位应该是过来了，不然他不会这么打。撤撤撤撤撤。兄弟，走了。他竟然没死哦！我就说嘛，你别单气氛组啊，出来啊！你又 Q 不准，还不如出来打呢。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？坏了，没有完全坏，两级反转。他斧头死了好像没有，我记得有些英雄的技能即便死了二段效果还是有的。你都出肉了，这中路又是个莫甘娜，我再不补伤害，这把玩个锤子，这把我 C 他都已经出肉了，而且我们也不玩肉啊，主要是。他叫人了，他野区教父啊。发啥信号的？发！没见过我在秒人是吧？等他大拉了，也没大，没大，我一口走。再刷就真不礼貌了，你玩个肉酒桶吃那么多经济不来团干嘛呀？你来团出个肉酒桶混就完了呀，肉酒桶 C 不了的，肉酒桶的作用就是打团吃技能打控制呀，想 C 的话那得走输出啊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一个肉装墨菲特他不打团啊，这不是在胡闹吗？直接来团无敌的感觉，对面打不动他。来个保镖，来个保镖，人太多了。对面这古拉嘎斯有点不是很聪明的样子，有点绿色。盾来盾来盾，给我来个安全套。直接人秒了，先锋抢。安全套来个001。没了吗？我总感觉他的意好了，他过了差不多十秒了吧？别在旁边看，这莫甘娜。给我护盾，给的太慢了，兄弟。这打团的时候这么给我会死了，你得早点给我。这个人感觉得提前给我盾，他有点跟不上我的节奏。发啥呢？杀完了，给我刷个六吧，别发信号了。队友的信号感觉只会影响到我的操作。去中嘛，魔免盾来一个，直接三步上来，盾，
他好像没有，他们要打龙了，他会 TP 这一波。下来下来，人呢？队友呢？怎么又是只有我一个人啊？他都可以 E 下去的，孤勇者 Q 到了，这里面有人，哎，好像没 Q 他，一丝血，哇，他闪现上去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我懂了，他这波是在预判，感觉打得有点乱，先回点血来，这脚又没闪了，这流浪来，我接你们，我接你们，左边左边。这流浪有完免，在先杀这个潘森，再杀这个雷兹，感觉这把得稳一点啊，不然不好赢，感觉我是我们这边唯一的希望了，我最少打算要杀两到三个，不然赢不了，最少得杀两个，最少想稳赢的话就得杀三个，我们先 EQ 秒一个，再 R 再秒一个，想跑，他们打野死了，来来来，大龙，先别急，拉扯一下，隐身了，哇哟，快溜，有点刺激。等一波大招，我先回点血来，这波隐身加 Q 拉扯妻子很关键的，我差个300块，来个人送个温暖吧，来个人来个人，谁隔墙插针眼，直接 EQ W 破盾，不对，他必须得伤害才能破他盾，这 EQ 原地插起，他的加速在我框里面没用，减速破不了的，打架了，阿 Q 中了，跑起来了，插棋子助攻来了，下一波德莱文三刀做掉，旁边还有人在，这 EQ 冒开，我扛我扛，这边戴安娜还在的呀，不打不打不打，全残血，我没惩戒的，小月要拉个五杀加龙了，把蟹打了再撤，鸟盾开了一个大招过去，潘森没E了 Q 一下 Q 减速，直接闪现 EQ 先做掉一个 W 再减速，黄金圣盾再漏弹冲击，再来个这 EQ AA 2A 巨龙撞击，我都要回家了呀，先把龙拉了好了，对面要龙魂，他们三龙好像又好起来了，双脚离地了，病毒关闭了，他直接把我 EQ 打断了，这一刀隐身，整个被动再 W 一刀 EQ在隐身，就是这小子，他的 Q 打到我们的 EQ 啊，稳一点，来把无尽嘛，再来个幽梦，这九月在下半区，不要让我扛，我是输出啊，没关系，先打，来抢，减速一下 A 刀没用，团灭了，这比打了大龙的效果还要好，一路直通高地，感觉他们要打锤石啊，把他盾破了吧，点个灯，这巨龙撞击隐身，再 A 一下，这 EQ 这巨龙撞击，他在天上飞，
胖子五杀了，兄弟，网管来一下，网管有五杀了。今天网管有上班吗？这九儿可能觉得自己很肉，发个波。感谢这个暗恋音符的靓仔，感谢这位靓仔的开的钻粉，谢谢。谢谢这个暗恋音符的靓仔。打伤害没人打了呀。来。一刀直接秒。给他们吧。坏了，我死了。哎，行，不亏，他交闪了。E 砸到了，再发波控到死，再一个 E 又好了，再一个肉弹冲击，再一个 Q， 感觉连环控动不了，我得换一下装备。感觉既然刀这个点，买个火甲吧。看我这波三步跨栏，一二三，就减速一下，再 EQ起飞，拿下。还有一个五杀，来一个，算了吧，有人拿着五杀我们会死。他出来送了，那网管再来一下，网管六十个头，五十一个跟我们有关系。哇，这是伤害，三个队友刚刚好，但比三个队友还要再高一点。